长成为全联大的大家晚安。每个晚安。第一个，不然是咱地方组长超时嘛，啊，伊即款咱知影，伊爱陪老师们老师们应对，要来遮来查，啊，互我下晡甲伊做即款事情，所以真正交起来非常好看。我感受着讲吼，咱若跳啦吼，上天慈悲着一工会叫你爱去伊个庙，因为今年呢，伊嘛来互我一班嘛，报一班。啊，就什么班吼，我爱讲三宝，爱伊伊来教我代班操持，哦，我爱其实啊，结果今日就爱领导对了，所以吼，欠人一定爱领导，所以讲欠，唔好欠人啦哈，好欠较不要紧，唔好欠。那么当然，因人吼，我唔知这讲师是啥物名吼，因为我临危受命，所以无去甲注意讲这讲师是啥物名，但是咱知影以前人讲的就是多啦。渡人的经验谈，一系列这些渡人的经验谈，我希望来听这些哦。我教他美女对我哦，一点点啊负责哦。因为我甲助理美女是会办的，对我叫做北用地主为乐爱渡人生存啦哦。所以听了我感受嘛就深啦。其实这个讲师呢，伊咧讲拢是伊亲身体证，亲身的体证。讲个哦，真精彩啊！所以呢，何况安尼讲是讲，伊今日甲咱讲个一开头就讲，什么事可耽搁，渡人成全不可以耽误。这当然伫咱白羊弟子哦，就是这项项是咱个救命，甲咱个使命。渡人甲生存，其实伫这诶咱佛学学习这过程内底，真正佛学诶信念内底，无离开渡人。哦，你像我即阵去，我连我想要带文静班的，我怕拢在想，因为我即摆带幼儿班哦，即摆分两班，一班幼儿班，就是幼稚园，啊甲迄落中年级甲低年级的是咱内安家迄个配合是在带，啊我怕甲咱美女老师就是带幼儿班。那么当然，你这带幼儿班的过程内底，我怕嘛在想。家长来带啊，所以即摆美女拢无去，我家一个人独撑哦。所以许个四点徛到五点二十，要安尼带幼稚园的囡仔，我唔捌字，要安怎带独撑？而且我等下一个要放尿，全班拢要带你放尿。吼、哦，迄真正你读起会戆的。但是呢，而且过年内底互我改名互动，我咪办读做侪经哦，但是就是教他们的品格，跟他们的一个互动。家长来带的时阵，我发现要抓住重点，来跟家长吼自己沟通，哦，你囡仔今日的学习，这个礼拜的学习态度，还是囡仔回去哦，就像我去青岛，跟咱简老师来学习亲子快乐读经的过一点来背，我嘛无在家在讲，我都拢在用他们观点模式，而且这过一点来好爱笑，像我即马那个大吼，迄个保证哦。伊两个囡仔咧读书，一个迄个幼幼班，就是小班；一个中班，一个叫做小汉，一个叫做汉汉。吼、哦，你记个囡仔名来讲，你班有十个，你若叫唔对哦，你小朋友先开始请。妈妈，你又叫错了，啊，有先生啊，有先生真歹，我着过来记个。我咧先生啊，吼，三个囡仔咧读书。一间小医啊，所以打伊个连班。我那么哩，伊这个过程内底，我安尼想，花边度啥物啦，啊要安怎哦，甲因哦做一个沟通，互我逮到机会，赶紧来电带互我入一个，带互咱入一个就有机会安尼。啊，伊个然后迄个越南哦，新娘，越南新娘呢，啊生多生一堆囡仔，包括做，啊哩。我来想，确实，咱白羊身为哦白羊弟子啦吼，有一个讲师讲，自己食无偌济钱啊。说真的，像我即啦，真正我一个人的费用啦吼，一个月我即领劳退2万块啦，我感觉讲真诶足有意义啊。啊，但是咱趁钱拢要用三支，伊等下做侪代志是无毋对啦。若真正要像咱有一个讲师讲诶讲。三顿食饱，拢无啥物其他个费用啊。问讲个，讲一工开2万，啊一个月才开6000。
啊，一个赚六万出的迄钱中餐，是毋是安尼啊？家庭的费用足多啊，入去咱钱包吼，会家庭责任会较侪啊。伊讲叫咱少点吃，少点玩的，多度的。啊，好啊，是的，多吃点啊，啊，多点玩的，少度的。是，伊现在听这课程吼，是要咱真正会当去习啊，会当去习。那么好啊，刚想讲伊讲的讲，天人合一共患嘛是熟悉的。真正我发真爱躲躲咱连袂，没有保咱连无的吼，很细的吼。啊，明仔载咧，因为咱多的人吼，已经琢磨出去了，家安排好来一定来负责。但是伊真正咧，就是来讲，我明天不能过去。我还一直咧改变点做什么题呀？或许忘了，或许那时候故事的。但是咧，我主要想讲，诶，这连北吼，我常常叫伊咧讲，伊拢讲伊宗教信仰，伊就是像咱那个威龙明人媳妇的迄个啊，这三字本教。哦啊，好怕的是讲吼，日本教我咧开智慧，我改就来开智慧，就用赖写了一篇给他而已哦。你讲好，叫妈妈几点到，他在哪里，你住址给我，他那个 Google 就好了。你像我改又搞个下雨，我送去那，准许多晚头的早晨去，因为伊是初三，伊那个细啊，两个相生一个，又搁较细啊。但是安尼嘛，天人合一共患。确实，他讲的是没错啦，只要我们有心啊。但是咱的缺点就是不敢开口，话嘛就有缺点嘛。有些人感觉讲，咦，他们不能够接受，我们会不会被碰钉子？我们会不会被这泼冷水？这是熟悉的。但是咱勇于开口，你比如像咱伊拄则讲啊，你抖音啊，嘛是要方法，多劳多伤要方法，多那些平辈嘛是要方法。所以底下人家讲讲，既是救人，也是当然救别人的时候，因为咱多些啦，原来了那个业会消。就像咱即间去青岛吼，伫迄老山拄着迄个迄个姻缘吼，徐太太安尼规个去迄个姻缘来敲电话，哎，想着就去电话，所以去简老师、简领这里自主席，伊花莲的，而且民宿的，诶，迄个时间吼。伊爱甲伊囝抱咯，伊真正证明是袂当去的。伊甲电视讲，伊十一月十九去，伊了十九了去，然后所以他去八点倒来，因为伊甲答应啥，答应迄个服务员讲吼，老三都会来公交要回乡。啊，所以姻缘有咧，其实是爱去公交，爱甲佫过安尼了，真正死太太本来是倒安尼，迄我人徛咧，这姻缘变成吼。就会胖，胖就是会带到个烧气，所以足怪。在咱那边成都宾馆，应该特别怪。爱是卡里家啊，卡里家，啊也东东从遐边，啊好多人家。你这今天用餐布，啊你要改改沟通。到尾是太太家里做个阿公，其实伊个流程真无长卡哩。伊讲吼，孙姐，你伫遐改安抚，你伫遐讲个遐都是在安抚。是简老师有没有意外？简老师会啊。我睇到模特，伊身体足大，身体伊是伫咧，伊基本上伊上伊咧好。啊，简老师讲伊，伊话讲，不行大德，哦，你要赶快离开他。我们崂山渡的人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你，其他的那都阿来怎给我们跪下，跪下感简老师，拜三个，磕三个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其他的怎么喝？所以好汉，伊头拄我讲的，哦。伊年有咧卡着的时阵，咱这个嘛是要甲人讲的，就是大人讲的。我想咱八三的伊年嘛是安尼。啊，当然哦，咱迄个伊年，伊甲我讲，那个曾老师，他都已经其他的亲口了，对不对？也有开智慧了，为什么那个无形大人还可以用他的身体？我说这是借他的枪，他不是用他的身体。以借伊巧来表达伊个需求，我嘛当然就是咱徐太太伊家己本身有那有迄个想法，啊，他才能够称许咯。啊，无我过来人看到，我无想个，我感觉我哪会看到伊安尼？啊，就是伊家己本身伊个信念，哦，伊个正能量够，啊，所以才会当有迄个能量来信。
伊无甲伤害，伊只是咧照伊个伊个脸，来个其实互我比较变较惊。摕了后，搁去分享了后，搁我都食饭呢。我发拢看伊，搁有咧食饭，伊竟然搁我都食呢，互我食个，互我拄啊第一喙饭过头包，拄坐个我伊，我只毋食，你有食个哈？我无食个多，只啊搁足紧张。啊，佫而且吼，你讲真正咧心脏了嘛，我讲我身体咧无安怎，我可能心脏上天就比可能无法管得袂了，那也袂使我心脏。好，佫前面吼，我佫一个感受上较深的，伊讲咱是珠宝公司的推销员，我感受讲即句够好用的。另一个人讲，当人讲啊，即摆我咧做啥，我讲我伫珠宝公司，哦，互我用我学一句吼，珠宝公司是咧推销珠宝的。有时咧，真正推销纯少，迄个金马买倒咧。伊讲伊珠宝公司，迄个金马只是千偌济，伊嘛毋知。过千年咧，咱敢知影即款金马是千偌济？你会知？你要买左边哩，右边？比较放屁，我比较食，我敢看。四千是八块，四千块咧？八块。哦，金马起好济哦。倒个啊，迄只我。我知，我讲无要买左边。所以哦，咱真正咱是珠宝公司的推销员啦吼。那么当然，伊佫有讲一句话是无歹，体会较深的，伊讲你做房来贵，其实房就是你贵。这个是确实，这个也是确实啦吼。你像咱拄互我做迄个脸皮啦，我甲脸皮熟悉了，脸皮伊是普众的，诶，即个业务啦，普众的直销的得对啦。介伊头互我介绍一种吼，咖啡就是迄个乳酸菌。爱甲我介绍乳酸菌的时候，伊是摕一张单互我看，伊是介绍一张单哩遐，可能要介绍另外一个妈妈的，介绍迄个妈妈要有听声。啊，互我看着伊，因为我就是讲伊找另外迄个妈妈，我就咱甲凑上去啊。啊，伊就讲迄咖啡安那乳酸菌会当诶改善便秘啊，是啥物啥物啊个。咦，我阿母哦，做便秘的，啊，我是不是该买一台？我是看卖啊，我来先来订一台。结果我母啊吼，伊产生之后，到我便秘的，嘛足艰苦的，对了。找医生，找到一个西医，都用迄个便秘药，才直接会达到有哪只，有哪只个便秘。结果乳酸菌吼，食了伊较紧吼，我阿母我阿变的，哦。这高了，我一天拢吃两条，哦，啊一天吃两条，一百伊就要吃一个月，当然一千七百几，结果哦，伊就老公叫妈妈，那个阿妈有在吃，啊后来后来我后续也买给我们阿秀他们吃，我写书那些说苦干苹果啊，啊主要是吃苹果，苹果啊，千七七百几个苹果啊，来给他吃完啦。啊，结果伊老公，伊就老公吼，你干脆你叫做会员，这个有回馈提高的，哦。我讲阿妹，我阿妹他需要一共就是定价，但是你叫做会员，你可以回馈，哦，回馈金给你就会比较便宜。我讲好喝，哎，我叫做会员嘛，那就因为你既然要吃了，哦，当然，咱倒来丢得了伊，当然他先。啊，即摆你敢知影？伊若去上课吼，迄三个囝叫啥物材料呢？我甲我哥拢听起，叫罗爷爷呢。啊，伊原来即摆是道亲啊嘛，啊，所以伊即摆着，从啥物代志又是无方便，就拜托罗爷爷。罗爷爷即摆常常咧载三个孙仔，迄三个仔变孙啊。所以呢，我发觉是讲确实有影哦。你做别人贵的，有时啊，伊嘛是你的贵。嘛是你个贵，像遐咱阮阿叔即摆咧食吼，阮左边讲吼，咱好阿叔即摆吼，饮食量加足好个，而且吼，安尼精神加足好，读册精神加足好。啊，其实迄个服装迄个物件吼，咱都有下咱用，吼，啊，若无服装做侪物件，伊无下咱用，咱就无甲买啊。就是讲直销，伊咧做直销，你排排斥，还是讲伊做个物件，不一定蛮好下咱食，蛮好下咱食，啊，伊有人帮咱买。房是1900，伊问买到我妈妈家，我小弟讲，姐姐，你买这干嘛？去
原来有用买港牌嘞，啊，你买偌济？我1700块呢。哎，我哎，伊买千九。啊，所以你记得千块嘛，我才给伊，因后生有咧食，我真有点有咧食。所以你这样吼，我感受讲，确实你做饭是贵的吼，贵的人是你的贵。因为咱叫伊的，伊的就收入，啊，伊叫咱这个肉体，吼，你若无甲咱介绍，咱嘛唔知影，因为咱不咧接受小的物件。所以，侬一切我感谢上天啊！伊只只讲多年三年修道士做安修，确实这嘛是属实啦。那么呢，伊只只伊那有讲伊多，哎，多位阿妈吼，讲话天上无迄个无公平的事。伊是一句话，我嘛是用伊一句话给阮阿妈参考。哦，伊迄阵阮阿妈到三十几岁的时阵啊，啊，我迄阵伊身体已经很歹啊，但是阮阿妈做好报。我是用一句话讲阿妈，那个你讲要等于恁做人才好，因为阮阿妈有啥物讲伊做人较好嘞？阮阿妈若看到人迄情绪拢无散，迄早落来卖金、卖香啦、卖迄个桌布的来吼，啊，拢会用咱白的，还是送迄个咧，迄啥物坐种车的来，阮阿妈拢会叫阮老母摕钱去落伊吼，所以呢，这也是讲我讲阿妈你做人。是嘛，人咧天天做迄个无公平的事。伊讲阿爸咱做公平，我讲吼，伊定是舒心。吼，买个食草的事啊，讲好啊，我做伊个食草事啊，我落去坐我来亲口，因为伊嘛捌，知我咧食草事就是亲口。那么你这一年咱做，我阿妈了啊，哎，真的，整个有时候你在，当然刚开始吃素，我到第一食菜是我娘家。但是你长闺女，人家也是肯定我们，也是肯定我们。所以，这是我刚刚分享啦。那么，各国文青啊，注意慈悲啊。我上来，来，那我上面分享啦。可以啊，各国文青，我来讲啦。这个年龄不大，真不大。为什么那个年纪够大？老了。老啊。老车呢？车老。还是功劳，不会，功劳你嘛？还是差的，还是差。今天说一菜，你老板做的这样，我弄好汤面，我面子收了，哎，我弄个小皮，我说你功劳你，小表演。啊，其实哦，而且哦，我感觉讲像咱推动的，有咱老板做吼，甲阮两个吼，家己的经验吼，有哪安尼补教啊？也要用一个读书会哦，甲即阵无法度来成立哦。啊，其实伫即、這个可见的即个过程内底啊，我感受讲，你也袂当逼急，啊嘛袂当讲哦，你强势者，尤其是尤其是新东西。啊，过啊过啊，我来想讲安尼，上课课该用亲子快乐读经的意义，用读经借着读经的意义哦来找东西。因为一句话讲读字吼，迄心理人拢无认错，啊，可能爱用读经，啊，所以会啊，即摆阮来用读经，用南台市读经协会的名义来招生，吼，来招生。其实，伫咱修班的过程内底，嘛讲辛苦嘛，诶，唔是讲做辛苦啦，就是真的，只要你方法用对，啊，上天慈悲啊，给我们吼拨转一下，才能够顺利啊。会拄着出些瓶颈，吼，拄着出些瓶颈，啊，这是我啊一些感受啊，啊，搁新闻经验，请恁一个去分享来。进步组长，组长，晚上就让我先。哦，就可以。